接踩上去，它就飞走了。对啊，我十二岁以下。哦，太伤心了。我不是十二岁以下，我十二岁的时候没有这个跷跷板。但十二岁也有其他东西啊，哇，那上面是金币牌吗？那可能是避雷针啊，这个角度啊，你也可以看这从这个角度。对啊，我说这个还不错啊，这是你平常不会看到的角度哎。对啊，超帅。但这个灯太亮了。